金翼虎食，黄瓜香菇米粉，准备食材，西红柿花十字，开水烫十分钟，黄瓜削皮，去籽切小段，放入蒸碗备用，香菇去根，切片，下锅焯水两分钟，捞出换水，重新煮八分钟，加适量温水，打泥，装盘，烫好的西红柿去皮，去蒂去籽，切小块，一起上锅蒸十分钟，蒸熟后一起放入料理机，打泥，50秒的60度水，加7.5克米粉，一勺香菇泥，2勺番茄泥，来点核桃油，搅拌完工。今天又要给我吃啥？细品完这个表情是，喜欢哈哈哈，眼巴巴地盯着碗。没想到爸爸讨厌吃的香菇，儿子吃的喜笑颜开，还手舞足蹈。妈妈，明天还做给你吃。眼瞅着吃完了，该谢幕了，再见了。